中国女星辛芷蕾因为演出宫廷剧《如懿传》嘉贵妃，人气翻涨，成为时尚圈新宠儿。今年也接获邀约出征巴黎时装周。昨她现身北京机场，准备前往巴黎。在出发前，照例要先播出几张标准的女星机场时尚客。只见她身穿圣劳伦特黑色细腰夹克，搭配牛仔裤、白球鞋，再兼备一款圣劳伦特亚麻帆布包，当然还有明星必备的大墨镜，酷劲十足。也让粉丝们猜测嘉贵妃的巴黎第一场秀就是当圣劳伦特嘉宾，敲完等看她的秀场造型。陈月仍综合报道，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米兰时装周，张震当亚洲代表看 ARMANI 大秀，顺势挑了红毯装服洛雷裤，又来浪漫了波浪服，用净山微燃素诗意米兰时装周。张钧甯耍浪漫，穿费加莫花洋装飘仙气抗冷，辛芷蕾身穿圣劳伦特2019春季系列夹克，备注圣劳伦特包，被网友夸赞时髦帅气。翻摄时尚芭莎微博关键字，辛芷蕾嘉贵妃巴黎时装周圣劳尔。恩特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，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。